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We still have for you a cultural show. In a moment, a great artist will perform especially.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现在会有一个精彩的演奏者向大家演奏，这是一个作曲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和发言者，他是。 14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这个 piano， 而且他18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巴黎表演，而且在一个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奖。在2010年，他在这个小邦音乐比赛，他表演，而且他获得第一奖。 他在欧洲、亚洲、美洲最著名的一些音乐厅表演，而且最近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也主办一个特殊的奖品。今天他跟我们在卡托维兹，他会演奏三个。 作品，这是肖邦的《Azdur》， 还有 Killer 的一个作品。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音乐教育重要性的几句话。现在，Ingolf Wunder先生。 Ingolf Wunder。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my huge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in Poland at the IGF and to talk to such a great international. 我感到非常高兴能来到波兰来参加互联网治理大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已经在数字变革发展当中我是非常关心的。我想说几。 件事情是多么高兴、高质量的音乐和教音乐教育是多么重要，而且是对于人工智能和数字世界当中有多么重要。我们现在周围都被高新科技所围绕，在各个方面都各种各样的刺激。我们的智能手机，尤其在现代疯狂的。 生活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联系各个方面都受到我和我的夫人都组织了。我们组织了一个公司创新公司，尤其是关于我也非常喜欢高新科技。我发现关注到新的科技对于生活的水平有多少影响，我们的一些习惯的生活方式，将来的在将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改变。我们可以讲，人工智能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作用，它的影响。人工智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和我们的媒体都会有紧密的联系。 这些速度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有一层是意识和非意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的传输是相当于40到100bit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的意识那么有多快呢？ 那会更加的迅速，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几个方面需要可以注意同时，那么我们的下意识会感受到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听到的一些声音会给我们留下下意识的一些印象，从各个方面的内容会给我们产生影响。 音乐和声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们不光是把我们的耳朵堵着的话，也会有声音会传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如果我们想把音乐和高新科技联系的话，我们应该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音乐和声音对我们身体和我们的机体有什么重要的作用？首先，这是因为。 声音是我们创造的是非常快的速度，而且我们很容易能够接受我们的声音。音乐对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感到更加的开心或者更加疲劳，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而且有很多的直接的因素。
感觉到能影响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它的频率，音乐就是频率。如果我们在考虑哪些我们身体是由哪些元素造成的，这有不同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能收到不同的频率，我们说的是波长。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音乐可以直接对我们的生理作用起到一些变化和影响。我们感受到有最我们感受到的对我们的感受和对我们的大脑有积极的作用，直接的作用。这样我们能感受到我们身体是怎么的发完我们的基因和蛋白质记录我们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些是我们身体的组成。百万的细胞每一天在死亡，由新的细胞来替代，这些新的细胞直接被周边的环境改变。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个事实以后，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科学证明这些声音对我们是有非常感受的，对我们的身体是感受。作为音乐来，我们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是这点有感受的。音乐对我们的身体和对我们的大脑是影响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深刻的。最好越好的音乐和质量，更多的可以了解，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身体。高质量的音乐是什么？是给我们的身体能够提供不同的阴影，能够给我们带着很多的情绪，带很多的信息，通过音乐音符。不管我们是否是音乐家，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们会给我们直接产生影响。科学已经证明音乐对我们的生活和机体有影响，尤其是高质量的音乐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和低质量的音乐要接触呢？他们有很少的信息，很少的这个阴影，就像当与我们吃垃圾食品一样。那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吃垃圾食品。那么如果我们是六七岁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楚。那么最重要的是，对人们来说，什么是音乐的高质量？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就算是高专家，他们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品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口味，这是很难统一来确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如果两个人同时听一个曲目的话，在每一次他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新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也就是说用科学来分析和论证和测量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两个层面的话，把它互相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质量的音乐作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可以说是整个音乐的质量在下降，有几十亿的人，全世界的人可以说和低质量的音乐在一起接送。我不是说其他的一些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流行音乐人，但是也可以遇到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古典的音乐。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更多的层面接触到低质量的音乐，对我们的敏感度产生影响，影响到全世界几十亿人的敏感度。我们应该为几十亿人，全世界人有高品质的音乐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应该说在写入了我们的一个综合平等发展的第三项，保证好的身体健康，和第四条，保证教育。我想音乐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我们也知道高质量的音乐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影响。那么
科技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十字路口的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科技的发展有更多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几十亿人每天用这些高新科技，我们经常也就说很可能以后就我们人和机器已经没有界限了。我们想一想，高新科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今后可以为我们创作个人喜好的私人定制的音乐，我们就不需要来学习和购买这些技术了。我们可以想象，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或者为我们提供一些治疗方面的医药治疗。我们不需要和医生可以进行咨询，这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优势。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有的人可能必须要使用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那么如果说音乐的话，我们应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质量？谁来决定音乐的质量？是我们来决定，还是人工智能决定，还是我们的感觉来决定？我们应该考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几十亿人、全世界的人能够获得敏感，能够有意识的确认高质量的音乐。我想我们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能够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将来可能起反作用，人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敏感度。艺术可以有更多的不同，更多的阶层。那么我们人类可以说更多的程度更加像机器。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在发展，人工智能更加的普通普遍，在某些程度上机器已经和我们已经不需要我们人了，他们可以自动的更新，而且自己能处理得很好。如果我们能看到人类越来越和机器接近的话，而科技更加的快速发展，那我们就发现到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题。请大家理解我的想法，技术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提供更多的可能，尤其我们个人的发展，我们不能产生一些错误。那么人类的因素和质量在音乐当中是还不是非常重要的被人类利用，尤其在现在的变革当中我们所面临的。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的垃圾食品泛滥作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想我们应该关注使自己的敏感度能够更加的塑形，使我们更成为人类的一个敏感度，创造更好的音乐，用自然的方式来创作。这种音乐的敏感度在其他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价值、道德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很高兴的有很多创新公司，比方说像我们的创新公司能够对这些问题非常的关注。我们知道新技术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我们作为人来讲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能成为更好的我们。我们在人类的发展并能够，但是我是一个乐观者，尤其在音乐方面，高质量的音乐可以在这些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乐观的看，我看到年轻人尤其在音乐教育方面能够在自己当中培养更多的敏感，这些年轻人在将来成熟以后可以说更加的敏感，能够在周边当中会更加的敏感。我想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么在经济教育、工程教育可以说是有相等重要度，这也是一个非常的价值额外的产生，包括 STEM 科技、工程和
其他的科目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里边应该加上艺术，加上音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知道，英语的 A 是艺术的意思。我想我们应该要关注自己的敏感，再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激起他们的兴趣和自然。我们在将来能够看看我们的过来，是想确实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的时候是不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更有尊严的地方，在我们的虚拟世界当中，还是我们的敏感度已经损失了？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质量、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主观的一个领域。我想，我们应该利用高质量的音乐，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康和幸福的人类。可能这是我们的目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谢谢波兰，谢谢卡特维茨，这是我的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给大家演讲。